读全本帝国传闪电火库出场。瞧出好来了吧，这是德云华福特约赞助了。那、哎、你想哪说理去，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邀酒催长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谢谢各位吧，这么支持这么鼓励，没有理由不好好的说啊，你看好好说你也摔家伙。他不是故意的，服务员让他赔一下，回我的产业。嗯，你这点茶碗我存了多少年。还有几位上洗手间了，我们还等他们吗？你别回来了。书接上文，接演济公活佛。其实我也挺矛盾，演出前有人问我这八天就说完了吗，我说这八天呢连着一年说也说不完，因为济公的故事实在是没完没了的。但是这八天呢咱们算是一个章节，大伙儿如果喜欢说呢，过些日子呢我们再拿出半个月来再说，还喜欢听呢咱们还拿出半个月的时间来，只要有时间。哎，有时间。三清观刘太真认了一个爸爸，倒霉催的吗？这不是啊，好，这点产业都当出去了，剩的四个小老道光着屁股，他这光着膀子穿条裤子。最后说学什么呀，他这个很简单啊，你帮我找一个人夜半三更去博虎岗东山坡，有一个人跟那儿喊我没辙没辙，你就告诉他来吧，他一打你就行了。老道真不想去，可有一劫，不去干嘛呢，这是唯一的一个指望。思忖了再三，最后决定去吧，翻箱倒柜啊，找出一小罐来，不能光着出去，这算是穿好了，不至于光着露着。赶等到了晚上，打了定更天，好歹吃了口东西，辞别了罗汉爷，出离了三清观，赶奔博虎岗。博虎岗在城外，很荒凉，白天都很少有人走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尤其东山坡一带孤坟比较多，净是坟头，大白天走在这儿都觉着阴风惨惨。你琢磨夜半三更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，可也是真没辙，不去不行，和尚许给我了，这回来不白来，准有好处，是必定发财呀。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清酒红人面，财不动人心，酒是白的喝下去脸是红的，银子是凉的攥在手里边心是热的。自古以来啊，这个金钱是最能打动人，有道是无利不起早。今天老道就是这么回事，去吧。一步走来走去，就来在了博虎岗。天挺晚的了啊，定睛一瞧啊，一身的白毛汗，怎么呢，黢黑一片，这个月亮很朦胧，本来就是这个月牙儿啊，还有云彩把它挡上，
时隐时现，微弱的光亮就照着这些个坟头跟这些个树枝野草，偶尔有一股子风刮过来，这树枝随风摇曳，这个草左右摇摆，不知道哪个坟头上噼里啪啦还有点儿磷火闪烁，谁跟这儿也瘆得慌。老道瞧瞧，要不我回去？回去也不行啊，指什么吃呢？我就咬着牙坚持着，一会儿啊我可能就能发财啊，我盼着吧，就站着站着，心说哪有人家，哎呀等着吧，等来等去，就在这神背后啊，哎你们吓我一跳，身背后小树林儿哗啦一声，这树分开了，打草丛里边站起一个人来。您琢磨啊，就这个场景，本来自己还吓唬自己，突然间蹭那儿起了一个，老道就觉得这腿这儿热乎乎潮乎乎，连鞋都湿了，尿了啊！老道吓坏了，也不敢动，站起这主来呀，仰面望天，嗨，我是真没辙了。老道一听，太灵了，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。嗯，心说我们俩有个暗号，来吧，把这主也吓一跳啊！猛然间想，哦，来吧。两步就窜出来了，跟老道站一对脸，抡圆了，啪啪啪啪，大嘴巴跟不要钱似的。老道昂首挺立，怎么呢？就是干这个来的。来的时候交代了啊，你们这程序是这样子的啊。他那喊我真没辙，你说来吧，然后他会打你的。那这么说对了呀，那么说打他的这个人是谁呢？前文书我们讲过，监寺广亮要火烧大悲楼，找了自己的外甥叫胡来，胡来半夜里边抱着劈柴，突然间来一和尚帮他一块抱，谁呀？济公，帮他抱劈柴，帮他点火，俩人看放烟花的，啊！完事跟这胡来说：“你赶紧走，啊！你这小子心坏了，日后你必有大灾大难。有一天啊，你实在没办法，你自个儿觉得走投无路了，你就大声喊：我真没辙！会有人站出来跟你说：来吧，你过去打他就好了。”他是两头车和，这是前文书，有人听过，您还记得这个环节？我这人是谁？就是胡来。自从那一天火烧了大悲楼，带着200两银子回到了胡家庄，这小子乐了，这算行了啊，200两银子吃喝嫖赌吧，他也没有正事，一天到晚就是闲玩。可走的时候他舅舅广亮说了：小子，钱给你别瞎花，老大不小了，娶个媳妇儿吧，啊，好好过日子，舅舅瞧着心里痛快啊。有这么句话，他没往心里去，心说你给我这钱娶媳妇儿，娶一个媳妇儿跟家过日子，这钱我出去花天酒地，我天天换媳妇儿，
啊，所以说拿着钱一通糟，这一晃十来天儿啊，半个来月，基本上这钱就花差不多了。这天跟街上呢碰见慧饼了，慧饼可不是卖小吃的，是他舅舅的徒弟，前文书咱们讲过四个小和尚嘛，会饼会面会饭会菜啊，碰见会饼了，一瞧，哎，会饼哪儿去？我没事，我这你舅舅我师傅让我买东西去啊。你挺好的，我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看我这碰见你还省心了，你舅舅说让我这两天找你一趟。找干嘛？说给你银子让你娶媳妇儿，你娶了吗？哈，娶了，顺嘴答应，娶了。哦，那行嘞，那我回去跟你舅舅说一声，他说了你要娶了媳妇儿，他准备上家里边瞧瞧来，看看外甥媳妇儿。啊啊，先走吧。慧饼就回去了。他这一琢磨，哎呀，这是个事儿。因为我舅舅给我钱让我娶媳妇儿，我把钱都花了都糟践了，他还得上家看来，他上家来我让他瞧谁呀、啊？这是个事儿。可又一琢磨，他也未必这两天就来，事儿忙啊，过些日子他要来我就说媳妇儿回娘家了。嗯，想得挺好。过了三天，这天早上起来啊，按现在重点说九点来钟，这儿洗了把脸吃了口东西，身上没钱了也，哎呀，正琢磨怎么办呢，慧饼来了。胡来，哟，饼哥，你们来了。哎，那个我跟我师父说了啊，您舅舅说你娶媳妇了，非常高兴，那个吃完中午饭才上家来瞧瞧你媳妇儿啊，我给你送一信儿，我正好出去办事儿，我走了。慧饼走了，胡来直抖了手，哎呀呀呀，真讨厌！你这会儿上哪儿找去？他上家查查来看有没有，我给他偷去。可我舅舅这毛病也挺大，你想灵隐寺、监寺，除了方丈就是他有身份。他要知道我骗了他，以后再找他要钱，这事儿难了。哎呀！贼起飞智，猛然间想起来一好主意，我给他来个假的。用全本《地中传》上优酷收藏。